夏天要到了，农粮署跟超商携手合作推出西瓜钻石杯，将西瓜切片装杯贩售，另外还有古早味腌芭乐以及现打芭乐汁，让消费者不必大老远买水果，到超商就能购买。超商冷藏柜摆放一包包新鲜芭乐，还有用盒装的红润大西瓜。炎热夏天到了，农粮署和超商携手合作推出国产大西瓜和芭乐，民众想要吃水果来超商就能买得到。芭乐，芭乐，大西瓜。由于五月正值花莲大西瓜盛产期，产区以沙脆、口感鲜甜、多汁闻名。这次农粮署与超商共同推出大西瓜钻石杯，有个人杯和家庭号，让民众可以依照喜好方便挑选。为了消费大众的一个方便购买跟食用，所以啊，我们也积极推出啊各项啊我们生鲜水果、啊、用截切的一个方式啊。来提供给消费大众。除了西瓜，芭乐营养美味当然不能少。超商不只买得到多款芭乐鲜果礼盒、古早味腌芭乐，还能喝到现打芭乐汁，让民众在炎炎夏日中也能随时清凉消暑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